经，这是第四章，第四章是什么来着的？看一眼啊。啊，草原之战。草原之战这一张地图呢，它这里的左面敌军比较多，五个骑兵，右侧的敌人比较分散，主要是还是有两个盗贼。不过盗贼这里的设计比较有趣，他盗贼的目的地不一样，他本来是单的盗贼的话，就是说离最近的朝最近的村庄行动然后破坏，他这里的盗贼已经设定好了路径，他这里的盗贼是下面的往上，上面的往下，诚心是给玩家降低难度用的。矮道去做疑兵去，骑兵把路口给封掉。这样的话，调整操控盗贼的位置。当然，这里的盗贼和其他写作不一样，它被围的时候，它会那个选择一个我方进行攻击，所以还是采用围三缺一的办法比较好的，阻碍敌人的行军，但是又不完全阻碍。啊，对了，第一回合这里注意，这个猎人是两回行动出击的那种，就是警戒术技的那种，所以尽量不要走进这个两回合攻击范围之内，两次行动的攻击范围之内。击打上去诱敌，这里牵涉到一个仇恨值的问题。NDS 它的或者说这一座 FE11 的它的这个仇恨值，它计算方法和平常的其他几座不一样。这个如果要摊开来讲的话，时间会相当相当长，因为它这个系统本来就很大很杂。我的攻略主要还是强的，就是说对敌方的诱导和分流。这个盗贼先解决掉，然后这里的话是，注意啊，这里是大飞的位置，差不多或者向飞的位置，离四格，离这个四格，因为这样的话，他这个仇恨值相对于这五个骑兵来说，他判断下来这个仇。西达的仇恨值更大一点，所以他会往这里。然后呢，顺利的封把路给封掉了。对方的弓箭手先行动，当然这里的重甲骑士它是不动的，注意这个之前都应该测完，测完的话就这里就比较好理解了。然后这里动出诱敌，
换个人换房。啊，让他多了几点回避，这个太好。最好诱导一下敌方，从下面来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上面我们这里还封着路呢，这个。跟至这个弓箭手，也就是说可以击杀对方。二连的话可以击杀，蹲一下城堡，蹲一下要塞就行了。对，就用移兵来稳住就行。杀掉吧，当然也有可能不用围杀就直接击杀了。这个属性应该是不需要围杀的情况。先等等，
错了一件事，白白浪费了一个武器啊，两点耐久的好武器啊。后方开始偷袭敌方，一下还打不死，这比较尴尬。有奶妈吗？啊，有，试一下会怎么打？这个 AI 我倒还没测过。哦，没有那个，没有那方面的 AI 啊。否则的话，前面那个血量应该已经够低了，应该触发治疗机制了。没有治疗 AI 那就好吧，啊，哦，它这个应该是单向奔赴的，而不是双向奔赴的，封印里面是双向奔赴的，所以说它没血的应该是主动找奶妈的，而不是等着奶妈被动来救自己的。绝对有问题。这个奶妈能渡河吗？我看一下，差点进危险范围之内了。谁能渡河的？如果能渡河的话，就能送过去很多人。先能加血，先加血。然后试验一下谁能渡河。应该肯定不能渡河的吧？电视也没法渡河、啊。不行，啊，还是小偷能渡。威力也不行。推荐是手下人，
这就不该坚持出来玩了。不过能多个渡河的也没什么用啊，现在没什么太大用，多一个盗贼能改变什么战局？能十字围杀一些。关键的问题在于要说得，说得的话就很麻烦了。这个来打，这个方案来打。下秒了可真不行啊，给拉不走，拉不走有点麻烦。哎，这里有一个空位，八速18功，暴击率3，男的好像是让你来代劳吧。退路，
又干掉一个了。下次从上面来突破吧。这不是正好，啊，他这里会有一些变化。要回去补一下血吧。盗贼满血再次出战，骑士之剑还是省着点用吧。我还是用铁剑算了。有点尴尬，攻击想办法把它给调走，调走的话就用这个，这两个家伙来把它调走，三个家伙，
连环计。然后是这个是暴击一，暴击一你还是什么神？看来还是得把它调走啊，不调走的话不行啊。按照他这里的逻辑，他应该是奔过来会打我的。不回血也可以，我直接下去把弓箭手给做了不就行了？算了，要回血就回血。六四，23。关键点就在于这里，其实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让大舅哥亲手来手刃这个贼，真是爽啊！十一宫也不要担心他的暴毙，对吧？4、8、32、19。
可以。81命中率的话是9/9/12/12，可以，就这样，最简单的这样。1234567，哇，这差一点点，还被他赢了一下。放下来就行应该没什么失望了。68回合第四关那个草原之战通关。算了，等会儿存吧，等会儿存。看看啊，这先用个即时存档存一下，要证明一下是 H5 难度，行。然后再建立备份。